当日送啊兵啊寻啊我嗰段血浆留下了惨印象，心啊中的创伤，泪水的幼稚也遭殃，恨他失望靠我，我愿意看他推搪散失在异方，偏偏他不愿协商，他全无信义，所以先王临终之时为照叫我兴的兵数多，可能释放我阿妹放得退呀，能护送阿爷妹的归国后，我自知有望，否则沙场缺痴红令，愿你来日搏阿明，你让我肯担量，亲见面子合相妥当。我因恩显手，你木架严点的，不加沾染，原是高差坐跑团。情啊怀未念，那一生不关美的人念，你否分街流年，你近半年好热拥花面，你无情又为何浪发钱，我为人得脆脆变变，心爱笑颜，我亦不是一根，你只和身处重断，又不理旁人亮眼我笑颜，三生相得各有情缘。跟住我同你饮杯，怕丑？你出嚟做得歌姬嘅，你使乜怕丑啊？或者人哋初初出嚟都唔顶呢？哦，初出嚟仲好。你睇下，我中意你全身美目嘅杏麻青，貌比花更重盛，叫句心光。安定低换蜜糖情孝相胜，红人你变咸情，实心花都定性，甜言蜜语欺骗假意用情，未敢人我就见得多了，未曾见过呢个珍珠咁合我意嘅。若果佢知道我系咩人，唔使我出声，佢都易得跟我翻去。王公子，哼，做咩咁嬲啫？哼，我系爱你啊嘛，咁有乜办？爱我？系咯。你爱我咩啊？爱你含情啊还大手，若爱你含真啊开笑口，美艳啊佳如花的心头月。
上中走，我亦醉心进言前地暗飘斗，奈何妓女非归手，怎配合结恋愁。我配你不起的，多谢你。饮埋你杯。唉，真系我都唔明白啊！你家姐好似咁成日服侍我咁陪我饮，你饮极我都唔高兴嘅。你自己心理作用咯。心理作用。不过我有件事唔明白，你就真嘅。咩事？嗱，我家姐时时服侍你，都比我仲好嘅。咁点解你唔中意佢啫？咁仲唔明白添？咁啊，即是表示我对你好，对你家姐唔好啦嘛。咁所以咪冇咁黐钱咯，你哋啊够黐钱啦，可怜我哋啊干煎啫。阿珍珠，你家下算点噶？又话入嚟一阵间啫，睇下你哋针到泻咗啦，跟我翻出去咯。雷公子，你出去先啦，我就出嚟噶啦。唔得，我要你而家出去。唔得，我要你坐一时陪我。你哋何？必想争无，须想争平，悉心可滚。平只想争我条，解斗分求，君又心烦。大量要容忍，请勿见怪心为幸。大中国沉龙欢那场，今晚我请君饮。将军曾识罢，王兄啊勿啊多言。望海两汪涵，前言犹在记。干戈化玉帛，重修我友谊，相处已真诚，和约请签先传。若不送还愚昧，方得难复佳话意。我不读和约不签，我纵拨马厉兵从对来。你太过不分啊，道理简直系啰啦而衰。开言啊就要动武，我非系将寡兵未。讲到武力一层，我哋唔弱得过你噃。就算你倾巢来犯，都系将你人命交啊，阿飞。强敌家当前啊，朕面伤和华气，切若沙场对阵，你勿怪我替咗啊你对眼眉。嘿，送阿还愚昧三月围棋，若不履行，判之一死。应要从长计议，何苦怒气呀、啊、如斯呀、啊、启禀将军，珍珠小姐大到。你翻去领命。我就是宋国的将军关天翼。哦，问你是官人，安徽方小人，安徽色小人，
黄金有幸能欢心爱人，情啊心啊两的共被宋兵掳去，及后宋王肯将你加还，点知在于中途遇贼，你失散咗，事隔咁耐都全无下落噶，估唔到你就系我嘅愚妹。同逢爱母一人那儿，为王心中那多挂牵。当晚若错乱亲妹真宝殿，一定笑话会向爱传。
好彩冇人清楚你个来历，因为你嗰晚去怡红院嘅时候，扮成好似一个公子哥儿咁样，唔系讲话人哋咧，就算我都唔知道你系齐国嘅弟子嘅。啊，系你愚昧吓！嗰晚我睇你对嗰个所谓王公子，好似好多情咁，究竟你知佢系咩人知啊？后来我就知道佢系宋国嘅将军。哦，咁实咗你对佢感情系点呢？到呢个时候，你万不能放弃呢段婚姻。既然阿天爷咁真心爱你，你赶快去到宋邦嚟见佢面，免至俾人捷足先登啊！点解呢，兴王？记起当初嘅恨怨，宋邦的女剑，难抗敌人危险。真的美貌似仙，她身出百靓能如燕，与天亦成宋冤，将她欺骗。但喺三月再改流华年，若然计划嘅林泉，我把宋国三分的百战，为国效劳我愿。愚昧行事小心，速速前去。决不负兴王之命，请候我回书啊。珍珠，闻得你与天翼相恋情深，是否真情真意啊？冇错，我同阿班将军已经经年相爱，但愿生死相依咯。关少卿，你是否真爱阿朱娘？幸勿在殿前戏言啊！万岁，如果我娶唔到阿珍珠为妇，我话佢同佢自杀。宁愿在地府做一段连理之人。老豆几多心机地养得你成人，我估唔到你因一个歌姬就将老豆只买水兜嚟吊起啊！喂，哦，宁死都要相爱系嘛？好，姑就赐你哋一杯毒酒，等你哋情爱不移。哎呀呀！真情相爱，一时何迟呀、啊？天亦应我
同龄为使啊，为情舍命啊，更有何辞？独奏未啊上，还断矣。使生同阿明啊，了相事啊。咪啦，咪住咪住，呢杯酒我先饮先，因为我想先为你而死啦。系我累你嘅，我要先为尽饮，立刻相爱再单词，等我饮。所谓相爱真情，到头来原来都系贪生怕死嘅。让我先尝半盏，让你留回半盏俾珍珠。哈，你争住死呀、啊、将条命仔交飞，哎呀，你居然牺牲条命都是为一个小女儿，而有驸马的尊严，你就情愿放弃，饮甚至杀，屋企成罗神主牌谢听飞，你虽知道九代单传，就成日都是指意你，你说那个阎王是我的老友记，我要打这个衰仔落九层地狱，将你拆骨化煎皮。所谓顺路毒酒，只不过是施你地是谋啊情痴啊。孤王口如虚分盟，你哋白手相期无边知。关将军，啊、我哋都算得系苦海鸳鸯啦。今日险死还生，我哋应该过下快乐嘅日子嘅。你仲快啲向主上、啊、求请假三个月。哦，在呢三个月内，你咩国事都唔好理啦。你功高劳苦。这三个月内孤王华国不用你为国辞去。
惹得咁严重，喺你心急嘅阿面阿红，怪我阿爸阿来阿勇。连成军的黑的奴，通知他军的太冤枉。爹爹呀，我命啊分接到，岂呀敢会呀你做啊灯，敢我啊宝，而向啊中。天爷，咩咧？主上经已移处命黄门官大旨到来，点到你话完全唔知道啊？吓、啊！我自从入咗人呢间别墅之后，我咩人都未见过面啦、啊，亦冇同别一个有招呼啊！咁就奇啦，边个咁大胆拒绝黄门官将怪仔你门到啊？如果系都系阿夫人挡架嘅啫。哎呀，系咁家嫂你都太过胆粗啊！你千祈要听我劝，否则亦仔条性命就难以保全。因为抗治的欺君罪不浅，先要为国家来杀敌，咪顾住两公婆痴缠啊！老爷，咩啊？你都知道的了，兵凶战危，我当然希望可免就则免吧。我此去为国政战变，爱卿心
女夫向谁言？妻你呀、啊，前往楼头的楼头，谈心啊牵。Hey!
抗，我拒抗，你用我本子成嘅混账，你咪似住西大太嚣张，不得衰我，我男子刚，斩杀不畏元的祖宗，免令我名誉丧。我决入同行，我决入同行，不忘你恩师王。妻王，你唔使咁嬲，我冇意把你摧残，不过我善俗又不能善放，我为紧两帮仇敌，你最好你就马上向我归降啦。笑话，边个发动呢场战争，相信都得难以推搪啊！不能将我愚昧嚟老劫，你哋嘅手段都卑劣非常啊！呸！我心嬲啊怒，你走啊死啊怒，你在呀杀啊死啊应啊动啊怒，你有啊叫啊我，我偷身困你无，为王啊头啊断都不你受，哎呀呀，我将你个头颅来过刀啊！我不是袒护敌人，不过冤家就宜解不宜结，此乃古人有道啊，做人就要有大量，咁志方算是一个大英豪噃。好啊，我放佢都得，不过你要佢立即归降，唔系呢，我怕佢都会难逃劫数，我宁死不辱，本子任你出逃啊！哈哈哈！你哋，你只口硬得咁交关，你叫我点放得一条生路呢？生，哎，明夫啊！如果你将佢斩杀，就唔系我嘅丈夫。乜我杀佢就与我夫妇何关？我真不宁其孤有。朱妹，不如你将真情直否，免至佢咁含糊啦。靠帮你将佢
边，连那戏一变又坏齐呀，我佢个人。内容跟思念，乜你又话系我妹，我亦疑惑冇处变。三姐，我问你点打算？纸上到。不知我主与阎王驾临，彼即有失远迎，望求书生罪显啊！关将军，不知者不罪啊！今日孤王嚟呢处呢，无非想将呢件事尽释前嫌啊！因为我心爱啊关将军，所以将个玉印嚟调转啫。咁到底阿妈讲啲咩说话？阿家姐，你快啲向我明言呢。阿妈临终嗰晚啊，讲起上嚟呢，就系十八年前嘅事干。有一日，我经过梁国嘅边界，忽然间我听见有两个细佬哥喊声，咁我走埋去睇下咧，原来有两个女仔生得唔知几靓，又冇人理佢嘅。后来我抱咗佢翻嚟，检查下佢身上，原来珍珠咧就抬住个玉印，你咧就抬住个宝镜，咁我一向咧都当两姊妹系我亲生一样嘅。嗱，呢个玉印咧系珍珠嘅，呢个宝镜咧系你嘅。哎呀！妈，妈，哎呀，妈，咁阿妈就死咗啦。呢一件实情就系咁啦。咁我只系宋公主啊。系。拜见父王。得啦得啦，起身。哦，原来有段咁嘅因果嘅。燕王，当日你声声话，若不加还你御妹，就誓不言和啊。今日你御妹又喺树啦。你又认为点呢？阿兴王，事隔咗十八年，估唔到我哋兄妹重相见啦。玉妹，我为咗你辛辛苦苦征战咗十八年啦。双方全会，望物几前嫌。患难啊，亦要相扶，何必多苦战？我亦唔反对，和让我立即嘅填。好，人来，民防预备。大家也都快乐片。